来了来了，送装备的兄弟，好开心哦！几个？我操，一个，一个的话，他装备是不是太可惜？你们过桥玩家，你能不能凶悍一点啊？牛逼一点！左边岸上的船都已经被我敲劈了，右边岸上的船也被我敲劈了。嘿嘿，你想过桥，必须要从桥上走，除非你擦翅啊，擦翅膀。又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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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是你车吗？这好像是。哇操，好像又是一个人的队友在后面噼里啪啦的。哎，你跑不掉，一枪你就下来了。我说什么来着？我是不是嘶牙咧嘴的很？哎，怎么有个岸上有个蹦蹦？哎，这个蹦蹦是没船呐、啊，这个船都被敲劈了、啊。这，哎，蹦蹦动了，去那边找船了。放心，他没有船的。老哥，你这都游泳过了，这第二辆车过去了啊，都是不敢从桥上走。哎呦我的天！但是我得捡东西，他们游泳过去还要一会儿时间呢啊，咱不着急啊，再等一下，再等一下。呀，这看来真的是没了呀！哎呀，这就俩吧，都从不着，来，舔包去河边找他们游泳非常慢的啊，这估计现在游到岸中间，河中间。哎，打鱼。哎呀，舔个包，随便来点装备啥？我操！信号枪还有信号弹，还 AWM， 我去，我辟邪兄弟，这把枪我不会用，但是我可以用它来辟邪，你要懂，这非常牛逼的一把辟邪枪。老哥，走！有岸边肯定是有人在蹲着啊，这个圈就在岸边。我操，这，咱得找个好位置。哎，谁打我们车是不是？哎。哎，只有岸边是在圈，兄弟，岸边打的。刚才那个岸上跑了两个车子，估计都游泳了。来，嘿嘿，哎呦，这个位置好。哎，出来！先观察一下，岸边的人在哪儿？在那儿吗？老哥，你别往下冲！你说他丫臭不要脸的，比我还臭！你说，比我还阴！你这漏了，往夜里面爬！哎，我操！哎呀，这小伙子有点老阴逼的精神啊，兄弟，你可比我还阴！躲在河边，你这噼里啪啦的就在这弄事儿啊，是不是？以为我看不到你？我告诉你，我开个透视，我就看个忒清楚。看到了，你看这没有硝烟和硝烟的区别就在这儿，你开枪就放火光，隐藏都隐藏不了。他小子还有队友，这不能下去，不着几个。老哥，我跟你说，哎，等一会儿你守这边，我守左边，行吧？咱换个位置。对，空投还没打来，我操，这空投这位置打是不是有？哎，他封烟了，要跑了。哎，以空投为漩涡的中心，控制整个决战圈，消灭他们这些臭不要脸的老阴逼！哎呀，我的天哪，说的是不是有点夸张？烽烟，这个烟散了啊，这估计要冲，但是一直看不到人出来。你说这样不是个事儿。现在圈给的兄弟，你看你守这边，我守这边。哎，俩在跑，老哥不着急，就看到两个趴下了。哎，他们在圈啊，那个位置。行，那我这个居高临下，我可以重垂直打击啊，消灭这些老六。哎呀，不好压！哎呦喂，好像长这是我很少用三倍压 AK 啊，这压的不稳，有点尿性。这还有一个，来，先把这个敲了，这回一定要压稳了。哎呦，出差，臭小子！先换个子弹，树后面有一个。哎呦，你老哥，你别过来，兄弟，你那边人不管了吗？你傻呀？你那边人摸过来，来，换我这烽烟，我去那边，你守这边啊。哎，这边还有俩老六，我跟你说，决赛圈我最痛恨的就是老六，臭不要脸的，你看他们往上面跑了。哦呦呦，趴下。以老六治老六啊，以老六之身还之老六其人之身啊，这不顺不通顺啊。
哎，这要跑了。想啥没事出颤啊，不是出颤啊，还击。哎呀，哎，这个肯定跑到那个下边悬崖边啊，山下边脚下了，肯定是看树后面有没有。哎呀，出来嘛，出来嘛，出来嘛。哎，看不到。哎，我操，到这儿看不到。哎，我操，这个吉利服趴在这里，你个小，哎，不是雪山精英假吉利服。哎，这是个老六啊，你看我就不穿那种衣服，但我这个衣服也挺溜的啊。哎呦，颜色挺深的。最后一个人他死了，是不是在烟里面？我扔颗雷炸炸他，扑到在后面，烟到后面再扔颗雷炸炸他，他肯定很害怕，他很胆怯，他现在虚掉，他现在已经是遭受了双肾的打击啊，双肾的打击啊，他虚了，虚了。哎呀，这是不是在这个树后面？我跟前那个树后面。爆炸，把它炸出来了！哎，我操，在哪儿？老哥，别打，停停手，让我用狙把他狙了！哎呀，我操，我慌了啊，这打了个屁狙！哎，你看，哎，叫狙法，这叫最后一击的狙法。